保重。过来扶我一下。是，师父。师父。师父从渔村把你捡回来抚养长大，对你有恩，你现在应该报答我。是，师父是对我有恩，但是还是纯阴之身，而且有武功，对我的功力有帮助，不如就将你的真操交给我。不行啊，师父，不可以。可以。不可以，师父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住嘴！早就知道你不是，否则就先拿你采捕了。师父，被你采捕之后，任何人都会变成行尸走肉，你不要上对师妹。你也敢跟我作对？弟子不敢。滚出去！你是纯阴之身，你先来。师妹，快走！师姐，快点啊，快走啊，师姐！师父，不要！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快走！